五个装灯。这个 case 呢是在望室，然后这里呢有3个镜前灯需要换，然后还有一个吸顶灯和一个吊灯，今天大概有5个灯需要换。这个是第二个镜前灯，然后楼下的就是吸顶灯、吊灯和镜前灯，大概就这样。这是3层了，这是 townhouse，就这样，OK。这个是第一个灯，LED 的，OK。这个是第二个，装好了，就这样。这个是第三个卫生间的灯，这个是第三个卫生间的灯，已经装好，OK 了。这个是换第四个灯。把这个吊灯拿下，换一个这个，快卖好了。这个是第四个，在 living room 装这个灯，已经装好了，还有最后一个，OK。这个是最后一个灯，把这吊灯拿下来换这个吊灯。这个是在 Attica 买的，然后有网店，Costco 也有这个。牌子，但是不一定有这种灯，所以呢，觉得好看的可以去网店看一眼，上网搜一下，就这样，OK。这个是最后一个吊灯，然后装起来还不错，然后这里搁桌子、椅子吃饭使，然后现在呢，这个网站打折是85块钱，100出头原价，还可以，就这样，OK。